做近斗是必须要大载荷情况下，一般情况下的需要5个载荷左右。有这个摄像机照的话，人就是变形的，人脸会变形的，承受5个人相当于你体重的人压在你身上，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的。 一旦这个太近了，空中遇到气流了或者配合不好，有可能空中相撞。第二就是我们垂直动作这种极限，你太高了不行，空中看不清；你太低了，做不好会造成有所撞地。